台下的十年功都要付出怎样的努力？感觉腿已经没有知觉了，非常麻木，还需要每天坚持。真的可难忍受了，我们的噩梦。但是看到其他同学在那努力的翻，自己就很想努力超越他们。练功时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感觉就是翻跟头的时候，因为每次上课老师就拿着把杆给我们定数量，200-300的左右，翻不完不让下课，不让吃饭。我感觉最辛苦的就是女生的翻身，因为女生的翻身很重要，一上课老师就让我们控平板腰，然后一直坚持，呼吸都呼吸不上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来自王希凌艺术学校，2月4日关注河南卫视元宵奇妙游，共享月圆佳节。